你说郭文贵爆料爆够没？这都整9个月了，你看明白的，你看明白没？我看哦，我看爆够了。那啥事儿说9个月，还没说完呢，应该说完了。你看呢？那所谓主张正义的，那夸他，那把他夸成战神，还把他夸成天派来的使者，还有什么天佑文贵之类的，民族英雄，还有啥？还说不定未来能做中国的第一个总统。那你说，那反对他的、骂他的呢？那帮人呢？那就啥话都上了，是不？反正我开始是受不了，妈呀！我说这中国人，这话都能上了。我离开中国这么多年了，虽然我的东北口音又回来了吧，是不？你说。那话都骂，是不？我在这不能学，我也记不住。记点好事儿好不？你说你记点那些污言秽语的，是不？所以你说那些骂他的人呢，骂的贼狠贼狠的，另外还有呢，这个还有文绉绉的那些人呢，也骂他，哦。那更狠的想，还想刺杀他，弄死他。你说，那这世界都文明世界了，你说你不能全世界公开杀人呢？那你说真，那不行啊！那中国人你在外国人面前，那不就更掉链子了吗？是不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弄，不太好弄。哎。啥正义不正义？你说你这人你，那你咋的？你也得对得起良心呢，是不？说话做事儿的，你对不起良心也不行。那你非得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。你回家你上炕躺一躺，一想一寻思，那不对呀，是不？虽然没人说你吧，没人骂你，没人给你指出来，那你事实上。有一天你会在那自己想，哦。再说回来，这个郭文贵爆料呢，我看也不用爆了吧，爆啥呀？你说爆的家破人亡的快啊，不对，妻离子散的，那你说这快单挑了。最后郭文贵那天那录像说要跟他，那他16岁就私奔的太太，那啥感情啊？那青梅竹马也差不多了，又生了那一对好儿女。你说抱来抱去抱成那家伙，哎，你别说，你说那孩子，那俩孩子，你说你要说安全这事儿，你说他安全吗？他多糟心呢，天天提心吊胆的，他肯定得提心吊胆。你好保镖再好再多。这事儿不好弄，哦，他的心情他不舒畅，不像咱们这平民百姓没这些大事儿在身呢，他就比较压力大。你看那郭文贵那眼泪汪汪的在镜头面前，是不？也急眼了，也急眼了，为啥呢？他家那亲人呢？那亲人给都给又给判了，又给加罪的啥的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要是他，我不报是对了，歇啥约？别再报了，报啥呀？大家都听明白了，这么多事儿，听明白了，唉，听明白了呢。这个也不是让每个人都，哦，能看明白。
但是呢，每个人的生活处境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这个经历不一样，是不？有的是，那是生活比原来好了，钱比原来多了，是不？还中国人到国外旅游旅游啊，看看啥的。反正我年轻那时候不行，我年轻那时候哪往上想啊，没往上想，一架自行车，教书，上学校，回宿舍，然后食堂3点一线，所以哪想过外国这词儿啊，真的。所以现在开放，所以咱们中国人，还是有机会，都出来了。所以有些人受益，是受益，但有些人呢，是受害。那你说咋整？这世界就是，老是，一半一半那事儿哈，所以呢，在我今天看呢，婚规不用报了，报啥呀？该歇一下。这种，我们心脏也差不多了，被你震的，是不？被你吓的，被你，然后我们这草根还难辨真假，但是很多那些律师啊，还有作家呀，那郭国定啊，那研究那律师可不是随便开口的，而且在美国当律师，是不？那研究郭文贵2次，那差不多就。9瓶郭文贵了，评到郭文贵的这个爆料的真实性和他个人的品性，还有这个哈金呢，这大作家，挺好，所以我看是够了，别报了，谁也别报，你说，你说再傻的人呢也能看明白，能听明白呀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消停消停。小点小的，像这个我们过一般的人的生活，正常的，是不？就这些事儿呗，一天三餐，一个岛，三宝一个岛，完了这就一天嘛，你说就是365天，天天得这么走，你吃上就花多少时间，你还得。去买回来吃的，是吗？你家你种点菜行，种点苹果行，那你那，你不可能家家都养头猪啊，是不？就不能不可能，就，你说，养头牛放后院儿，那多少人呢？有这种条件是，所以还得是，去买回来呢。第一呢，你得做完了呢。开始吃完了还得洗碗、捡碗、洗碗、刷碗。虽然有洗碗机，你说那，你说就从这个饭桌上拿到洗碗机旁边，有人都不愿意拿，这都是事儿，都是活儿。所以呢。我们这种小自媒体是不就是打个擦边球，也就打个擦边球，啥事儿也说不到正点上去。但是呢，不妨有我们个人的看法，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今天呢也充个傻，给大家说说心里话用时间来说话，挺押韵的挺押韵。行了呗，你说我的宗旨就是自然真实。你看我今天多自然，多真实。你笑不？哈哈哈哈哈！本大姐还很有幽默感呢，就是没找到路子呢，怎么继续这个幽默感？中国人还是笑的少，
要多孝，不孝啊，多冤得很啊。记得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大书法家，从北京那个大学不是啥大学，一个大书法家说的，不孝多冤得很啊，这辈子这么苦短是不？所以得找乐事儿。今天我看大家，我耽误时间不少了，我也该吃点早饭了。行啊，报够了哈，郭文贵，别再报了好好把妻子儿女的，拢在身边，不能一个人作战，那不行，那太孤单，而且呢，这人呢。人呢还是有血有肉的，是不？啊，有情有感的，所以不能随便把自己弄得太孤单。这个不好。你啥人见活都活得比较累，那更累。所以呢，多保重啊！用一个大爱的心情呢，跟大家说句话呢，大家都多保重，是不？你跟谁恨那狠呢？你，是不？大家还是多活一回嘛，都悠着点儿，是不？行了，那我今天就说这些了，给大家装个傻，充个愣。再见啊、哦，再见。